位大德，各位爱花的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昨天晚上呢，昨天黄昏的时候呢，因为下了一场雨啊，那本来呢，很想出去散散心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房子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在屋子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不管你是读书或者你做功课啊，那有时候看看大自然，都会很想出去走一走。可是呢，有时候又觉得功课好多做不完啊。那昨天黄昏的时候刚好下了一场雨，然后刚好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出去走走。哎，说时迟那时快，忽然就停电了，那就觉得好开心，可以有正当的理由了，然后就可以带上一个斗笠啊，那走到大自然中啊，去看看雨中的这些植物啊，那雨中的一些情景。那我们会发觉呢，其实呢，这大自然的云雾的变化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美啊。那下过雨之后呢，那整个云呢，就从山下这样慢慢的腾起啊，那飞到那个山顶上去啊。那你看到那个云非常自在的，很悠闲的。好，所以我们说呢，水流心不静，孤云独去闲。好，看到云这么娴静的，很悠游自在的在那边，流动的时候呢，那你的心也会跟着安静下来。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用一个这样的一个茶盘，因为我自己个人呢喜欢呢一物可以两用，所以这样的一个茶盘啊，那我泡茶的时候可以用，那收纳茶具可以用，然后呢插花的时候也可以用啊，那我们泡茶就直接在上面用。运用啊，可以这样子用。那这个箱子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它看起来像一个箱子，那我们也可以拿它来收纳啊，然后呢也可以用来插花啊。好，那我先把这个盖子呢先拿下来。好，各位可以看到这样拿下来，这个盖子呢它也是挺美的啊，美美的。好，那我在里面放了两个剑山。好，那我今天呢想做一点特别的设计。平常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就直接插花啊，那也可以加上枯木啊在这个剑山上。那今天呢，我用一些这样的一个枯藤啊，那也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平常呢我们用剩的这些枯藤呢可以做各种的运用啊，然后也可以增加插花中的一种趣味。各位看到我这样，因为这个藤本身它就很有韧性啊，所以藤蔓它有一个优点，就很有韧性。那你随便的把它这样卡进去呢啊，它就也乖乖巧巧的就放进去了啊。好，那我用这样的一个感觉来做，增加这个整个花器的一个创造跟运用的一个美感啊。好，那各位接下来欣赏一下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野百合的种子。好，那我今天看到这只野百合的种子这么的高，这么的挺拔啊，就想起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啊，他说呢，野百合呢啊，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说呢，野百合啊，它不用纺线，但是呢，它拔地而起的光芒呢，他说呢，事实上是比所罗门王最华丽的礼服啊，还要明亮，还充满了光芒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经的这一句话里面呢，事实上也是似乎是在告诉着我们，就是生命的一种自在啊，干净跟清爽的感觉啊。好，那接下来我有这样的一个野百合啊。好，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野百合之间呢，我怎么样让它呢彼此之间有一个很美的线条的运用。好，我看看，各位可以看到呢，这只野百合，我剪它的时候呢，在花园里面呢，它是几乎是倒在地上的啊，因为它的枝干呢软软的啊。好，那我们呢刚好可以运用这个藤的一点点的力量啊，所以藤有时候我们善巧用方便的去用它呢它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缘跟助力。那我们在插这样的作品中也去体会到身边旁边的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因缘呢都要很细腻的去跟它互动跟体会就像这一只小小的
藤啊。那如果说没有这一支藤的一个助缘帮忙的话呢，那我想这一支野百合它要站立起来呢，也会有一点点的困难啊。那各位可以看到呢，这个花型似乎是充满了一种很随意的啊，很洒脱、很自然的一种趣味哈。好，然后呢，我再把它调一下下它整个角度哈。好，那我们这边还有一只这样的野百合啊，各位可以看到呢，这些野百合呢，它都是神韵天成的啊，它不像我们种的这些花一样哈，它是你很刻意的去栽培它的哈，所以我让它呢稍微的好。让它彼此之间有一个临摹互望的感觉。好，真的是意态天然哈。好，然后两只野百合呢我常常感觉到这个百合呢就像山中的仙鹤一样就像一个很洁净的一个山间的一个女子各位可以看到呢，她的那个整个姿态非常的自然。好，那各位看到现在这样的整个都是，这是上面是野百合的种子啊，然后这个是野百合的花，它刚好含苞的时候哈。好，那下段的部分呢，我想要运用的呢，也是一个香花啊。那我们今天的三种花用的都是香花啊。各位接下来看到了这个是夜香木啊，那开着白色的这个小花，我觉得它也很像毛茉莉哈。那不晓得是不是毛茉莉哈，那它非常的清香哈，非常的幽香啊，但是它的花呢也是只有开一天而已，所以很多白色的花呢它都是带着一种悠悠的悠悠淡淡的清香啊，然后开的时间短短的啊，大概只有一天而已。好，然后呢我把这一支也插上去。好，希望这个花的感觉呢不会破坏掉野百合它本身呈现出来一种很美的一种姿态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插花的时候我们能够顺着它自然的这种情绪来插作呢那感觉也是很特别的。好，各位看一下，我用了这个夜香木来做它的这个下段。好，那另外呢我又选用了一些的茉莉花所以我们今天的花呢全部都是白色的然后呢带着淡淡悠悠雅雅的一个清香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呢加上一点点的茉莉花做它的下端让这个藤的这个感觉呢跟这个翠绿的茉莉叶子呢之间呢做一个互动。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作品它现在运用了三种的白绿相间的这个花来构成的。那这三种花呢也都是充满的幽香的。好，我在这个部分呢再加一点点的茉莉在后段。那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个风扇呢对着这个角度微微的吹起来。那这样的花香呢我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我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插花的时候就会闻到好香的夜香木的整个香气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件作品它是别有灵气的因为我借由今天的这个花，很特别的这个花我再把这个百合稍微让它往下一点点。好，各位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刻意的把这个野百合呢把它特别的插高那其实我在这件作品中我也想要特别的去诠释野百合的生命的一种孤绝的美因为我们会发觉有些植物呢它非常的popular， 可以跟很多的花结合在一起，但是有些花呢就像野百合一样，它生命有一种很孤独的很绝对的一种美感我想任何一种生命的情境呢都是值得去体会跟尊敬的所以也借由圣经的这一句话里面讲说野百合不用纺线，但是它拔地而起的光芒比所罗门王的最珍贵的礼服、最华丽的礼服还要亮丽那
事实上呢，我们在这个花中呢，可以看到这个百合花本身它那种清新脱俗，哈、哦，那种非常随意自在的。我想在圣经记载的这一句话呢，事实上也是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要有过多太多的这个物欲的追求啊、让自己的生命啊、是一片的青与白啊、所以我很喜欢啊、白与绿的一种咏叹啊、那今天我们借由这样子啊、翠绿的一个整个花器啊、那整个绿跟白之间相间所形成的一种美学啊、然后在、这样的特别的、夏日里、我想淡淡的幽香、那这些花香呢、跟这些颜色呢都是可以洗涤我们的身心的。那除了这些花的插座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桌面上掉了好多夜香木的这个花瓣、那我们等一下也来把它跟这个花瓣呢做一个互相的一个搭配、跟感觉啊、那我们把这个作品也做一个摆饰啊。那各位可以看到这样的茶香呢，我已经把它用来插花了啊。那我们可以把这些茶具呢啊，也做一些这样的摆饰啊。好，然后呢啊，然后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杯子啊。那我们说呢，一人喝茶啊，得取神；那二人喝茶得取趣；那三人喝茶得取味。好，那各位看到呢，今天的这个茶杯呢，它的那个茶垫呢，用的是像一片叶子的形状啊、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可爱哈、那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啊、三个杯子啊、来喝茶啊、三人得喝茶得取味哈、好，那我们呢啊、在这个杯子里面可以加点水啊，加点水啊，好。那不管说有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在喝茶啊，不过呢我们可以让这个感觉呢做出来啊。那各位可以看到刚刚掉下来好多这个夜香木的这些花瓣啊，那我们可以把这些花瓣呢啊，就让它这样子的轻轻的浮在这个水上。好，然后呢有一点点的叶子啊，我们也可以加一个叶子啊。那有叶子有叶子的美，那没有叶子呢啊，也可以就是只有花瓣而已啊。各位可以看到这样的花瓣，如果你没有善用它呢，它一下子就枯掉了。好，那如果你善用它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哈，它就能够带给你一片淡淡的幽香哈。好，我发觉放了叶子呢很好，它就可以帮我们把那个花呢把它稳定起来哈。好，各位可以看一下，那这样子呢啊，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感觉中呢去感受到这个，好，我把这个地方弄一下下啊，感受到整个花香的味道哈。好，那我把这个杯子呢啊也做一下的一下一点点的摆饰。好，我想现在人呢很追求生活空间的一个美学啊，那我们怎么样啊？借由我们会的一点点小小的一种，不管是插花啊，或者是泡茶，或者是画画啊，一点点生活的一种情趣呢，都可以把生活让它过得非常的完美。那今天闻到这样淡淡的花香啊，也让我想起潇潇一首很美的诗啊，他说呢，花散开散发香气的时候，我刚刚离开老子这一本书啊，所以你不用向枝芽探问鸟声，鸟声从不追逐白云啊。在潇潇的这一首赞咏诗的芬芳芳香的时候呢，它带了一种很浓的一种意境的美感啊，那也带了一种似有若无禅的一种空境的美学啊。所以适当的给自己一点点的文学的素养，那加入在插花之中，那你就会觉得呢，你在插花的过程中呢，也似乎跟诗情画意整个做一个结合啊，那样的感觉是非常曼妙的，